往外站，他会下去。嗯，你会主动给我提示，代表这个不是终点，这个也是坑，对不对？哇，何运怎么都……哦，看起来很短，但这绝对不是真的。最佳记录是小棉自己，而且小棉自己玩了六分钟，真的假的？改良过的非常坑的老六图，保证让你烦躁、崩溃、易怒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嗯，一个小门，可是你们都看我玩这么久了，会犯这种错误吗？那个门还被我发现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门一定是坑，我们不走。等下传过去应该就是怎么传到一个告示牌，说什么自作聪明还是怎么样的。哇，何运怎么都知道啊？嗯，有存档点呢，这个写什么？终点呢？作者看了就讨厌，这个作者就是要这样，就是要这样踹他，有没有？嘿嘿嘿，嘿，还重生啊？啊，诶，上面有一个门诶，我刚才看到上面有一个门诶，有没有？上面有两个门诶，那我要怎么上去？诶，这柱子里面有个方块诶，这是传说之门吗？可是怎么进去啊？什么意思？往外站，他会下去。嗯，你会主动给我提示，代表这个不是终点，这个也是坑，对不对？哇，何运怎么？上面那个有在动吗？上面有一个作者，那个写什么？你已经很接近了，所以我如果碰到这个，会把我传上去，然后传到那个上面。哎，有哎，有哎，有哎。嗯，照惯例，先把作者踹下去一遍，看着就讨厌，下去呀。嗯，这三个一定都是错的啊，那怎么办？我今天就是一个门，我都不想走错，所以我们要给他弹，是不是？上面有那个门。算你狠，那怎么办呢？这边有个小门哈，我那个时候发现，那这个要怎么进去？这个要怎么进去？哦，他升起来了！哇，来到这里，相信已经打败了至少40%的人啊，才40%吗？可惜这也不是终点，是不是？小声，别担心。哎，然后这个弹簧，嗯，怎么前面有一个？别担心。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？别担心。哎，他侧边有放哎，可是没弹到。那这边应该也有喽，有哎。可是是小块的哦，他叫我走右边，我好只能走右边。然后这边有火嘛，所以要走左边。Surprise！ 右边可以走吗？哦，右边会把我吹出去，是不是？这个墙，哎，这有可能是终点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那么简单。这边里面是不是有那个、啊、风扇？吹风机，我们走原本的道路吧。那个门一定不是终点。我说了，我今天不会走到任何一个错的门。我会回应你的期待。那个要跳。哎，那边有个小门哎。完了，我开始疑神疑鬼了。那这边要怎么跳啊？火焰那边又不能走。我来为你唱首歌吧，明天小声。这边是隐形的啊？什么意思？这边有隐形方块，还是这边就可以过去了？哦，那个门就不会是真的，所以哎，啥意思啊？还是这个中间可以过啊？有吗？哦。哦，是这样哦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，谢谢。镜像试炼，镜像试炼哦，来我看看哦，这要怎么走啊？这边是不是 ？No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样。镜像还有坑。好吧，没关系，这个坑可以帮我定位，还不错。有没有？它就可以帮我定位这条直线。哎，另一边的坑也会跑出来，所以我现在要这样。好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谈，我很开心。这边嘛，应该差不多了吧 ？OK，
应该还有一个坑，我们用跳。哎、嗯，我吗？多一条路。哦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根本不用什么极限跳、啊、，OK， 滚动简单多了。你也太神了，嗯，这个是真的，这个总是真的了吧？可是我说我不进错的传送门，所以我先测试一下那终点是不是真的。我宁可给你坑，我也不要进到错的传送。哦哦，玻璃桥，哦还好我没有走那个门哎、欸，好险！碎碎碎碎碎，幸好我还没被坑，除了那种躲不掉的以外，我还没有被门坑。刚才没有，哭哦！你们现在是不是都知道我会跳边边的啊？跟我在边边塞啊！那这要怎么跳？宿使，我已沉睡，你仍会记得我的声音吗？这会不会太难？稍微有点累了呢。什么意思啦？旁边有传送门，今天不走，不走啦！那个都是坑啊！好像我已经学乖啦，我是老六图之王，没有人可以用传送门坑到我。你确定吗？我们还是我们等拳头上去。好，上去了。右，然后换左吗？我们等拳头上去。OK。然后换左边啊哈！怎么左右都错？我看到右边的板块下来了啦，这就是可以踩的板块，所以现在应该可以走右边了。有没有？然后展现一下我的失传的绝活。哎，为什么是往这里？来看好。呼，噗！再一次，认真了。Four。我猜右边啊，作者说左边，我就。啊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啊哈！这是什么东西啦？该不会真的要走门吧？我说好今天不被坑的，真的假的？居然是门，一定不是那个门，一定不是，绝对不是。啊，可是没有别的了哎，好辣好辣吼！啊，还真的是这个门。听得到就好，这么大是干什么？过桥后来个找按钮，我到正确按钮即可通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这是坑，我们先不按。但又很像，可能是真的。他故意在那边弄一堆造景，然后想要让我去把上面按一按，其实是这一个。但有没有可能，其实这个最明显的才是啊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这个石头。我就说嘛，这个怎么可能是啊？我想不到了，算了啦，能踩的踩踩了啦，坑就坑吧，给你坑。啊，果然是坑！关键是我想给他坑，还要这么难跳。一点小伤，做噩梦了吗？我来为你唱首歌吧。文字 UI 的第一个按钮能按？什么叫文字 UI 的第一个按钮能按？欸，我觉得啦，你如果可以把那个正确的按钮然后用成这个按钮这两个字，就是我点这个它会过关，那会很不错。你如果把它弄成只有这个按钮能按的话，欸，不过也不错啦，你这创意不错欸。 OK， 老六图怎么能缺少问答环节？跳过那一定不能跳过。好，啊，这一关看起来可以踹作者，我们就先把它踹掉吧。然后这是一个穿梭之门对不对？我们直接跳下去啊。不行，我们秉持实验的精神，还是走走看吧。我就知道。请问作者叫什么？偷看一下 ，AW 点小棉。这两个有差吗？一个是木，一个是蜜。小圆、小线，当然是叫小线啊。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？好啦好啦好啦，这总不会是坑了吧？小棉 ，OK， 作者的个性。机车的人对吧？心机，愤世嫉俗。哎，以上皆是。嗯，一点小伤，不行吗？
哎、欸，好啦好啦，作者一定是希望我懂这个啊，对吧？你看这还不心机吗？幽默有趣温柔体，好了好了，心机心机。我一共用了几个跳板？作者你自己也懒得数吧？不给我走，这次可以走吧 ？OK OK。背景是在什么时候换的？背景换过吗？背景换过吗？黑白隧道、蓝黄隧道问答环节，黑白隧道就有换了是不是？有人说黑白隧道就好，我相信你。对哦，背景名称。哦，背景名称幻彩空间吧，我有在盖地图啊，我印象中是这个。耶、欸，好啦，应该是真的结束了吧？我相信作者啦，应该是真的结束了啦，应该是不会有人这么邪恶，这个终点还是假的。对，我非常的相信他、啊，我只是想要观察一下那个场景的边缘有没有。Oh shit.Here we go again. 老外，老外哦！作者目前在问答问了几个问题，这是第七个吧？哎，我记忆力不错吧？对不对？哎，哦哦，回来了。还要回去哦。会不会那个还是坑啊？可是好像也没别的门了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哦，有啦有啦，是终点了啦 ，OK。